各位学长、学姐、学弟、学妹，还有在座老师，大家好。那个，刚那个潘新洲学长，哎，他应该算我，是我学弟还是学弟？学弟。那个潘会长说的，他刚刚好像有一点觉得是被叶小姐给骗了。那但是我要帮叶小姐说个话，其实他可能没有说得很清楚。其实那个章程上面是没有写说，在系里面服务的系友不可以当会长。但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算是习惯吧，就是说，因为我们就在里面，那系友会的话是以服务大家的这个基础下去成立的一个会。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好像有点那种球员兼类似那种样子，当然不完全一样嘛，不过就是有那个思考，有那个顾虑，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以后系里在这个服务的系友基本上就不适合去当系友会的会长这样。可能叶小姐没有表达得非常清楚，她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会长不错了。